着力。我自己的车开不了，就是设法打开什么什么。对，我感觉我开这辆摩托车是一个很很不幸的一个决定啊！放走一个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完了！哇去！奈特离开了，奈特离开了，什么情况？哪里呀？在里边。等一下，当心里面有警方！哇塞，这么难突进去的！我进去好吗？你从后门进去了吗？哇，可以可以，人多力量大是吧？我天，我们几个一起打进去，可以，很强势很强势，一起打进去，哇！我的个人展示又被摧毁，好像身体被掏空。我们开一个激情的任务啊，有两个任务都感觉蛮好玩的，一个逃逸威龙，一个营救俘虏，就打警局的，哪个刺激来哪个？营救斗俘虏，对，你既然都这么说，那我就决定还是营救俘虏了，斗俘虏，斗俘虏。解救客户啥呀？完了，我告诉我没钱，然后又要花钱了，这下子。我没买武器吗？当然要卖钱了。对。哦，月亮的那个奥西里斯。是谁卖钱？谁要上我的车呀？一二三，要上吗？我也想上，但我不在。去哪里啊？走吧，我们去警察局。跟着那导航走，左转。哦，不要挤我呀！当心啊！黄。对，跟着黄色的线路，跟着黄色的线路走。我去，这个一股这女司机的风范啊！我天，你当心，你不要撞到我了。本来就是你。啊，对呀。我厉害。这。哎，女司机啊！我操，这真女司机！哎呀，我们都去警察局啊！杀入警察局这个任务。问题是，我得能上我的车。哎，这个近战开不了啊，这个我到现在都没有用过，真的都没有真的杀过人。哇，凳子是最先到达的，凳子是最先到达的，真快！我看一下，还有谁呀？Net 还谁在改装啊？136在改装。好了，我们要杀入警局了，这准备好这个重火力。我记得车开不了，就是设法打开什么什么。对，我感觉我开这辆摩托车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决定啊！那个放走一个罪犯。救命啊！好吧，救命啊！完了！我去！奈特离开了。奈特离开了，什么情况？怪不得我卡了。哎，为什么死了？天哪，这么多敌人，我让我怎么这么多警察让我怎么进去啊？我天，你在逗我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断线了。牢房大门什么情况？牢房大门怎么进去啊？旁边要找到钥匙，这个我上次跟奈特玩过，还有还找过几个人。不行，这个得叫皇上的车。当心啊，月亮。怎么办？人在哪里啊？在里面。等一下，当心里面有警察。哇塞，这么难突进去的！我天，我想说里面的人是怎么杀进去的？刚才进去的是谁啊？凳子还是谁啊？没有进去啊，这里有个。
下面，对，就在这边。好记啊！哎呀，还减了105块钱，这谁的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想一起叫他们，就叫12345678，7653。对呀、啊，凳子后面有一排名字，凳子765。这是我的账号前面的三个字，好吧？对呀、啊，凳子765呀。那七六五有一二三有765，就差了那个456了。嗯。下次你再拉一个456的人进来。可以，那也得找好吧？这个。那毕竟像凳子找不到椅子，月亮找不到太阳一样，很高难度的，好吧？哎，我有直升机，我有6136，哦，可以，136自带6。完了，我的车开不了，谁能开车啊？求开一辆车啊！我开不了车了，开警车吗？哎，问题是开不了车啊！我刚车我也开。哎呀，我去！现在去哪里啊？这个客户呢？客户怎么死在里边的了？客户死了，没死了，你就了没，这客户在里面，在里面，谁去接一下？不要下跌啊 ！Oh my god！ 哎，我们这上车，我这这么多人，我就不信这个都接不了。我去，哦，我看到空中载具了，我天！快点，你们赶紧弄，赶紧跑，我在这掩护。啊，是不是已经接到了 ？Win， 已经接到了吧 ？Win 已经接到了吧？奈德开飞机来了。哦，好吧，对，这个我上凳子那个车了。你们都上来吧，都走吧，该逃就逃了，赶紧战术撤退啊！一二三，月亮在什么地方？我在警察局。你赶紧出来！赶紧出来！我看这个黑衣人，哎，啊，可以，你看你那个奥利西里斯。喂，你客户跑了吗？好，好吧，我都不知道客户跑了。来，我坐。那你上飞机，上 Net 的飞机。我跟凳子回藏身处。而且这个警灯好像也坏掉了，有点爆音啊，五音不全。哇，是2万，这警车，哎呀，终于，好了，开你，哎呦我的妈，保护产品遭到攻击了，被保护遭到攻击了。Doing crazy
就靠你了，雾鹰直升机，直升机就靠你们了，我下去打人了。好，这很强势，别把我货炸了。Oh yeah， 空中武力，我已解决一下警用直升机了。警用直升机是警察？对呀，警察呀。哎，我的个人展区又被摧毁了，我的展区也被摧毁了。哎，没办法，那些人都在你们车上，而且是你弄的。对啊，反正新人都在，别炸了，我人在里面。好的。哎，剩余人数一。哎，都快打完了，原来。容易干得好。偷走箱型车还要？警察已逮捕一些员工，我想怎么会这么快呢？原来要去偷走箱型车，哎呦我去，东西！哎呦我的天！偷走箱型车。啊，就不远的地方。那就交给你们了。好。好。好气啊，我的车被小吴炸了。好气啊，我的摩托车被炸了。哦，是警察的车啊，这都被你发现。哎，那你怎样的方式把他给干掉？干不，不能干掉，干掉我的员工就没了。啊，好的吧。哎，好。我在空中给你们开。看来竟然还没有顶心，发现了没？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好，哦，Win也来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八仙过海，诸葛先生。我笑一下，笑一下，大飞机来他前面。大飞机没有用，他会顶着他撞。好的吧。小飞机、大飞机一样顶，一样拿车来。Police！ 哎！喂！Police！好像直接把他给一次出门又靠人家。他们说这是哪打驾驶员，打驾驶员，不行，驾驶员走打不穿的，打不穿的，这是防爆玻璃，可以把他给停下来，拦停下来。哎，这个驾驶员肯定打不死的呀，他那个玻璃很近打的，这是防弹车。好了，我的飞机冒烟了，我老早就冒烟了，我在挡他的第一次我就已经冒烟了。哦，下来了，那个人下来了。他这不是找死吗？这不是？哎哎哎哎，好了，看我多么机智。哎，这上不了了，上不了人了。你可以上旁边的警车。算了算了，坐我飞机走吧。甩掉警察还要，我操！哇！当心！啊！要死！我死了！哎，我没死。没有。你上我飞机吧，他这飞机要不行了。来月亮。哇！爆炸了！哇，这个车真的够可以的。直接把我飞机给顶翻掉了。完蛋了，我飞机也不行了。你飞机起不起？我飞机也起不起来了，我怎么也爆炸了？机性呢？天哪！关键人物死了不能复活。看来这样是关键人物。哎，我把你们解救出来，你们这样走了，干活去！成功解救工作人员，干活去！哎，等等我，来吧。哎，喂，你可以看，你来，你可以看一下楼上哦，楼上才是最精彩的。哎呦，我就个东西嘛，卖两辆720全有了，真的。对呀，楼上那个喝酒点唱片要付钱，你知道吗？嗯。
怎么都要钱的了？对，一块钱，只要一块钱，只要一块钱，不要998，不要998。我来了，你看这个，有都是我们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这当然有意思了，都是我们的人吗？你可知道吗？那就今天不能撕逼了。你可知道？你可知道？我还有会在我们急不急不急，老板不急。你可知道我们还有这个 Win 啊，在我们的帮派里边。嗯，听说要撕逼。这是一个忧伤的晚上。Win， 你是不是今天要玩一下《无间道》？等一下，这么多人是不是要截一张图呀？我天，真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在战局当中。哎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上海话版 Pokemon Go？ 没有，啊，没有。等一会儿，我的画质是不是不对呀？真是个哎呦，这都应不到了，做小精灵去了。做小精灵去了。晚上疯狂高，门外将粉墙破天有戏。哎，你们怎么就开始已经开始比赛了啦？而且按什么来我忘记了，按左右键 AD 键。好，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月亮大战 PS LII。 哎，我也来。好，我要重启一下。怎么又要重启了一下呢？我刚刚突然发现我的画质没有被改变。天，我的画质竟然加油加油加油，我看的还是一棱一棱的。哎呀，不要泄气啊，不要泄气。你能行的。那得离先了。对啊，我先抛弃你们了。好，小吴先开，小吴先开。那我们先开了。那我们先 OK， 你们先开呀、啊。我们先开了。你们看完玩好之后我就来了。可以。我们都玩好了你才来是吧。然后奈特搞砸了一场。